咁而家咧，記者就身處喺黃竹坑藍莓廣場香港民意研究所嘅出邊啦。咁啱啱咧，今晚就收到消息就話咧，係警方咧啱啱咧就持手令啦，嚟到香港民意研究所咧，係要求檢取咧研究所嘅電腦，就話佢哋係不誠實使用電腦嘅。咁源於咧就因為聽日咧同埋後日咧就會係民主派35+嘅初選啦。咁早前咧發起嘅團隊咧就委託咗香港民意研究所咧係幫手撰寫嗰個投票嘅程式嘅。咁啱啱咧就係有消息就話咧警方咧係持手令啦，就以涉嫌研究所涉嫌不誠實使用電腦咧，就嚟到呢度咧，係要求檢取所有電腦。咁啱記者到場嘅時候咧，就見到大概咧有7至8名嘅便衣警員啦，係喺民意研究所嘅辦公室裡面嘅。咁而文浩正律師咧，亦都係在場嘅。咁佢啱啱咧就同記者表示咧，香港民意研究所嘅主席，好 OK 嘅、嘅主席咧就。而家就唔喺辦公室裏面嘅。咁啱啱文浩正律師亦都係正同警方咧係了解緊究竟發生緊咩事。咁其實咧，除咗今晚發生呢個持手令嚟到檢取電腦嘅事件之外咧，其實聽日就係一個民主派嘅初選啦。而今日見到咧，其實除咗一啲黃店票站係被商場咧話佢哋有機會違約之外咧，一啲議員辦事處亦都收到房委會嘅通知咧，就話咧如果係要用作辦事處嚟做呢個票站嘅，亦都係會違反呢個租約嘅。咁有機會就會有一個進一步嘅行動啦。咁其實見到咧，其實早前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啦，曾國偉咧，亦都係同大公報訪問嘅時候，亦都話咧其實就覺得咧呢、這個民主派35+嘅初選咧係涉嫌咧違反呢個國安法同埋一啲選舉條例嘅。咁喺呢個言論其實出咗一兩日之後咧，咁見到今日咧警方咧就嚟到民意研究所嗰度咧係指民意研究所咧係涉嫌不誠實使用電腦咧，而要檢出佢哋嘅電腦嘅。咁但係而家記者咧係被要求咧出翻去民意研究所出邊啦，咁所以咧都未見到其實而家裡面咧究竟係發生緊咩事。啱記者到場嘅時候咧，其實個7至8名嘅便衣警員咧就係企咗喺門口玻璃門後面嘅位置啦，就見到佢同文浩正律師咧係溝通緊嘅。咁而家咧應該就入咗去辦公室入啲嘅位置，咁所以而家鏡頭咧係暫時未影到。咁啱啱見到咧，文浩正律師亦都係探頭出嚟。頭先同我哋講嘢嗰個。西裝但文浩正就同記者表示啦，香港民意研究所主席鍾庭耀咧，而家係唔在場嘅。咁喺辦公室裏面，其實仍然係坐滿住職員啦。其實民主派35+初選咧，就會喺聽日同埋後日舉行啦。咁早前佢哋發起團隊，包括戴耀廷啦，同埋歐樂軒，亦都話係會喺全港咧設置251個街站。早前咧，亦都係開設咗呢個記者會咧，係教授究竟啲市民咧係應該點樣透過呢個手機程式咧係去投票嘅。而呢個投票程式咧，亦都喺記者會度公布咗咧，係由香港民意研究所咧係負責去幫手撰寫嘅。但睇唔到啊！等我啲行嚟行去嗰啲，咁唔該 ，OK 啊，即係似啲狗樣真係。哇！聽唔
聽到佢而家企曬喺後面牆度匿埋曬。哦，好好好。今年其實在臨近初選前夕的這個禮拜呢，見到政府包括是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偉呢，也都是高調地是透過大公報啦去講呢，覺得這個初選是涉嫌違反國安法啦，還有操控選舉，甚至是違反這個選舉條例的。而昨天呢，私隱專員公署呢也都是發聲明表示關注，就說如果有關呢初選收集個人資料的目的咧，係用嚟達至將來立法會的議案的話咧，咁其實咧就唔符合私隱條例裡面。喺度同警員斡旋緊啦，咁而家警而家咧嘅便衣警員咧就喺曬咧 office 入邊，並且匿埋曬。咁可以睇頭半部，因為影咗兩個鎖匙。剛才啱啱記者到場的時候就見到現在有一名穿著綠色衫，應該是懷疑是便衣警員的人呢，亦都有另一名懷疑是警員的人啱啱到場。有10名的便衣警員在裡面是搜證，搜證律師也是在場，是做的民意調查咧，亦都多次咧反映到林鄭月娥、特首林鄭月娥嘅，同埋其他司長嘅實質民意啦。大家所聽到嘅有幾低分，有幾低分咧，都係佢哋嘅民意調查做出嚟嘅。咁咧亦都係多次被咧內地嘅報章點名批評。而家見到文浩正，見到咧文浩正律師咧，而家就喺研究所度嘅辦公室出嚟啦。可以講兩句先，而家咩做？咩情況咧？冇乜嘢特別可以講，係啦。咁而家有啲警察先講，咁內容唔方便。有冇人拉？佢諗住拘捕啊？冇拘捕冇拘捕。我想問，點解係國安啊？定係警務？警務人員啊，見你。警務人員。屬於邊一個？商業隊啊。CCP 就係咩？喂喂，嗰個叫做商場調查科。電腦翻到科技入嗰啲啊，但係冇乜嘢拉人走。有幾多個上咗去？你講警員得？係警員都一班都有，唔多於10個。但係佢上嚟上嚟目的係乜嘢？我哋有啲嗱，而家有啲條仔喺度就唔方便。我知，一陣可能佢完咗。佢入嚟嗰時，佢有冇交代話俾你聽係入嚟咩事定入嚟先嘅冇？有當然有啦。咁係咩事啊？依個唔方便講，因為我哋而家處理緊少少。即係有揾搜查令有曬。係，但係有冇帶走啲證物咁樣？而家處理緊，所以被完嘅嗰個，我行出去有啲嘢做。我帶槍。繼續嘅。唔喺度。OK， 唔該曬。咁啱啱文浩正律師就喺研究所出嚟啦，就向記者咧係表示，大概係有一隊嘅便衣警員喺裏面啦，而佢哋咧係的確係持住手令咧係嚟到香港民意研究所嘅，咁但係係因咩目的而嚟咧，佢就話唔方便透露，而稍後咧應該係會有警員咧係出嚟詳細交代咧，究竟今晚嘅事件係點樣嘅。某政司表示咧，係警員依家係仍然係搜查緊咧，係
我再講一多次俾你。處所嘅，而家東平教授咧係唔喺處所境嘅，而咧係我正式就表示咧，警員係冇話咧係要拘捕嘅，東平要教授嘅。剛剛文浩正律師亦都向記者表示咧，警方暫時呢次行動咧係冇話要拘捕任何人嘅，咁而係以咩目的或者罪名係嚟到民意研究所呢度咧，咁佢就話唔方便透露，咁而稍後咧警方咧係會出嚟同傳媒交代嘅。而家呢度收電話收要收得好差啊！咁而其實咧，戴耀廷法人之一啦，香港法系副教授戴耀廷早前對於曾國偉嘅一啲涉嫌違反國安法嘅指控咧，其實都係一一回應嘅，包括就係佢講話初選目的咧係為到令民主派咧進入議會去否決財政預算案，其實係算係顛覆國家政權嘅行為啦，因為係阻撓呢個行政長官去執行職能嘅。咁但係戴耀廷嘅反駁就話啦，其實咧否決財政預算案係啦，係基本法賦予俾立法會嘅合法權力啦。而喺即使預算案被否決之後咧，行政長官咧係仍然可以行使佢嘅職能去解散議會嘅。而至於對於另一個指控就係有關可能操控選舉嘅指控咧，咁戴耀廷都話咧，其實選民啦，無論係選民啦，定還是係參與今次初選嘅候選人咧，亦都係自愿或者係自主嘅情況下咧，係進行投票同埋參選嘅，所以係不涉及任何操縱選舉之嫌啦。咁而所有候選人喺宣傳期間或者係佢哋呢段時間所發表嘅言論，亦都係唔涉及分裂國家等等嘅主張嘅。咁所以就認為，以普通法同埋常理嚟理解國安法的話咧，民主派35屆嘅初選咧係並冇違法嘅。警方上嚟咧係搜查同一個民調嘅資料有關嘅。咁見到其實而家喺辦公室裏面嘅警員係不停咁行走緊嘅都。咁而現場消息都話咧，啱啱警方係話因為有關一個民調嘅情況咧係到場嘅。
較差，咁咧民眾黨不啱嘅情況，大約喺半個鐘頭之前咧，記者就嚟到咧，香港民意研究所喺黃竹坑嘅 office 呢一度啦，咁咧大概係有咧，當時大概有一隊十個嘅警員喺我呢一度咧，係準備係搜查咧香港民意研究所啊。咁當咧記者同埋洪家嚟到嘅時候咧，警員咧就將就佢哋啦，連埋佢哋嘅隨行嘅袋咧都係一著開香港民意研究所就匿埋，唔俾記者影啦，並且係三分鐘。咁咧，現場咧係有啱係有埋路政律師係協助緊咧，警方係調查啦。咁咧，並且係話咧唔講得咧係，並且話咧唔講得咧係因為咩罪名咧係上嚟搜查，但就指咧警方係有咧有曬法庭嘅手令咧係上嚟搜查。咁咧，咧，政治師亦都話咧係，警方係上嚟冇指定話拘捕任何人嘅。據知咧係上嚟調查有關一個民調入邊嘅一啲資料、個人資料嘅嘢咧係要上嚟搜查嘅。咁再啲整理翻頭先記者嚟到嘅情況啦，咁其實就係今晚突然間又有消息就話咧，有警員咧係持手令咧係嚟到位於黃竹坑藍莓廣場嘅香港民意研究所嘅辦公室咧，係指香港民意研究所咧涉嫌咧係不誠實使用電腦，並要求咧係檢取辦公室嘅電腦嘅。咁而其實咧喺初選前夕啦，聽日同埋後日咧就會係民主派35+初選嘅舉行嘅日子噶啦。咁咧而警方今晚嚟到呢度去搜證同埋係搜查啲電腦。咁記者啱啱咧向在場嘅文浩正律師了解過之後咧，佢就話唔方便透露究竟咧係因為咩罪名或者目的咧，警方係要嚟到呢度嘅。但係現場消息就話咧，警方嚟到嘅時候就係話要調查一單有關民調的事件啦，咁所以係到場嘅。咁而文浩正亦都話，其實在場咧係大概有一隊大概10名嘅便衣警員係嚟到啦。而香港民意研究所嘅主席咧鐘庭耀咧，而家係唔喺辦公室裡面嘅。而警方亦暫時未有打算咧係就事件咧拘捕任何人。咁而記者啱啱喺半個鐘之前嚟到嘅時候咧，就見到大概係有7-8名嘅便衣警員啦，就企咗喺辦公室近門口的位置，就是跟文浩正律師咧係溝通緊嘅。咁隨後咧，文浩正就要求咧記者係出翻去研究所出邊啦。咁而繼而咧，警員咧就入咗去辦公室夾嘅位置啦。咁而家鏡頭暫時係未影到究竟警員而家搜證嘅工作或者調查嘅工作係進行成點嘅。咁而其實除咗今晚嘅事件之外咧，今日亦都發生咗一啲係針對民主派聽日初選嘅事件啦，包括就係喺位於荃灣全新天地嘅一間黃店咧，係本身係為票站之一啦，但係亦都收到商場管理處嘅通知，就話佢哋將商店咧作票站係會違反呢個租約，有機會咧係會封鋪。而最終咧，嗰間黃店係被迫要取消票站嘅安排。而其實亦都有屯門區議員同立場新聞反映咧，就係收到房委會嘅通知咧，係話有關票站嘅安排亦都係違反咗租約嘅，亦都會可能作出一啲相關嘅跟進行動啦。咁而日前咧，其實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即係剛上任嘅曾國偉咧，亦都係喺大公報嗰度表示咧，就指控呢個初選咧係有機會違反呢個國安法，亦都係有操控選舉之嫌嘅。咁而其實頭先文浩正律師亦都提到咧，警方咧應該稍後咧就會同大家交代今晚呢個行動嘅詳情同埋發展啦。咁而現場咧亦都係未有進一步嘅任何行動或者係消息嘅。咁所以立場新聞咧嘅直播就嚟到呢度先。咁如果應間警方有更加多嘅update 或者係跟進嘅話咧，立場新聞係會繼續為大家直播嘅。咁多謝大家收睇。